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戚福善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自由城大逃亡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使用是尼克。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小伙伴，他说：“哎，要不要尝试一下用原版尼克去来逃亡一下？”啊，我们试一下。啊，我觉得原版没有 DLC 的这个困难啊。还有就是画质补丁还是没有办法啊。大家只能看这个灰蒙蒙的天了啊！我们现在找一个小阿三儿，碰个瓷儿惹个事儿。哎，这个呢，我用的是别人的存档啊，所以呢，他门口会有一辆跑车。哎，有两个阿三儿啊。我们把他警灯打掉。哎，没反哦，有反应，我以为没反应。干嘛干嘛？哎，这警笛变掉了都。喂，别怼了，别怼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三颗星啊！我们打到五颗六颗。哎呦，阿三儿还撞了一下啊！哇，阿三儿你比我都会玩啊！可惜把自己玩死了。后面跟了很多，上面还有一架直升机。原版我觉得这个逃亡要比 DLC 的简单很多啊。好，我们等到他们来，然后打他轮胎，先溜一会儿他们。快把阿塞尔车打爆，四颗星。待会儿防爆车就出动了。哎呦！说防爆车到了啊！那名阿三的车已经着火了。哦，翻了！哇，还能啊！不过他着火了。刚我准备要往右边走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算了。哎，这的哥，算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这些人都疯了，我天哪！我又不会伤害到你们，啊，不要乱跑。来了，上面有直升机打我。哦，上面还有，路障啊，但我们也不去。哎，这辆警车快要爆了，打他两枪，助他一臂之力啊！助燃，哎，着了！哎，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原版的要比路易斯那个版本要有点难呢？是吧？确实啊。着了！哎呦，哦！哎，还没着吗？啊，着了！哇，这哇，你是变异吗？这么嚣张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回事儿，兄弟？太嚣张了吧！那个甩尾，甩我一脸，
来呀。当然呢，在第四代是没有这个便衣的啊，他可能就是特警借了一辆车，我甩，后面还跟了一辆。玻璃防弹打不了，我们只能打他轮胎吧。我的天，轮胎也防弹吗？不会吧。前边有我以为这个车只是这个出现在 DLC 里面，没想到原版也会出现。哎呀呀呀呀，哦，来冲卡冲卡冲过去。哎呀，轮胎被打了，我天哪，坐后胎。哎，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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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坐后胎爆了。刚没注意啊，我拐这里边了。我们待会儿换辆车。哦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哎呦，正好卡在这儿。快跑快跑！找辆车啊！哎，这又是那煤气罐，我打一枪试一下。哇、哦，果然啊，可以爆。大街上面摆了一个煤气罐，哎，快快快点！哇，这跑车好少，好多人。刚那个特警一个滑铲躲在纸箱后面，很帅啊，但没什么用。这个范围这么大，这是五星的啊。我们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跑出五星的范围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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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失控了，失控，蹭的也很失控。哇，这么快啊！哎呦，不行，前面有阿萨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被看到了。从左边，哇，这个，有点难。上次《夜生活之曲》就五颗星，特别简单。当然那次呢，也是开了一辆跑车啊。我们从这边借过借过，这车速度太慢了啊，就是普通小轿车。哦。啊，这儿应该下不去吧？下不去，下不去。他围过来了。还得换车。哦，把这小姐姐吓得我的天哪！还得换一辆，找一辆啊，找一辆合适的。哎，你追我！哇，这个地板怎么那么晃眼呢？我的天！呜！哎呀！啊，着火！慢，还没有冒烟了，快要着火了。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车身上都是子弹孔。不行了不行了，哎呀，扛不住，前面有辆 SUV。 哎呀，我看这辆车在这儿好好停着，怎么突然就开走了？我的天。
我来这地方应该不算什么有钱人来的哦，哇，这太会玩了，杂技团毕业的。